来这杯呀。哎，侬泡无着你。安尼够吧，一起安尼够吧啦。你今仔来拆玩具呢？好不？安怎？你今仔安怎？很多在佚佗，向寄回来吗？啊，无你在靠啥？你今天双眼皮那个双眼皮很深邃哦。安怎啦？你讲啊，不要紧，你讲。等一下。你讲，我听你说。安怎先生？没有功课。怎么？没写功课。你啦，哦，欸，你很厉害呢，我都还没跟你说要写功课，你就知道我要叫你写功课啊。哦，我听到你这样说，哇，姐姐在放屁，我是说她没听到。你旁边偷听哦，今天没要写。今天没要写，你感觉什么？因为你若写了，都写很久，我等下要出，我等下要出镜头啊，你敢知？这样不要写好不好？哦，你等到你边仔头听，讲我会计写功课，无怪你来边仔吵我。我等下过暝仔就要出门啊，你敢要带阮去？我要带飞机。这哥哥送你的。飞机。你敢有带阮去？飞机。你敢有带哥哥讲？伫迄间工厂咧，对无？听无。我听无。我听过。我跟你讲，我无感觉，我真正听无。你跟伊讲啥？无，我跟你讲，你以后去无，你就爱把遐玩具，你买玩具，你就来当一回落去啊。啊。你讲讲。没啦，你厉害呀。啊，我是不是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我无感觉，对吧？啊，我伫遐跟你讲话，你敢有听到？我有跟你去。伊无灵感啊。啊，你有？啊，你是敢用好布布吗？你得走去呀！你有再到五百度？无。你有买这款的无？我够紧的，我是超人。我是超人。超人，真个超超人啊！啊，所以你是建议戴白色的，是吗？我本来要买更大台的呢，你哪卖买白台？生意你无让伊赚较济。为啥物袂使？我无钱。你无钱？哎、欸，我出的啊，不是你出的啊。你无我钱哦，啊！你后劲啊有，我就是后劲，就要给你落安尼，就要买台战车，你有看战车无？我真大台了。哦，你有伫边仔头看，因为遮人拢无看过。啊、我拢无别人看呢。哥哥讲没有，我妹妹算啊。你骂妹妹哦。我想要个好你。想要个好你。等一下，我你骑，你骑看下个，你也未骑过哦。等等出阵，大家好。等等出阵，我们从高雄紫关，明天早上要出红毛港。红毛港出哦。啊，你几行算啊？你要不要那算会了？我爱讲这种好算诶，这飞足高诶哦，这个会飞很高。你叫医生哦，你看。你来看哦，很厉害哦！你看没？你看。可以帮忙上你来呀！飞过吗？你飞这管哈？哇！你们会飞机？你飞到北单哦！你看，你还拄较紧嘞，才会飞这管嘞。啥？较大嘞？咪讲路顶无啦！你还骑下骹迄个红色的呀？等下，较大嘞，你等下有无？安尼，大胆甲扭起去，就飞起去啊！会飞足悬的哦。吓啊，先倒下嘞，唔是？变个。所以说，刚才下来心情不好，伊就是听到我伫遐偷偷要讲要叫伊写功课。出来啊！出来！你安尼无好用啊！啊啊啊！哈哈哈！伊足惊你个呢，这个囡仔足惊你个呢。因为伊讲你会改，红毛港哪个公庙？我们是出齐天宫。姐姐伊话足惊呀！弥陀区的齐天宫。哦，厉害啊！
你这不好生意。你是讲伤害哥哥啊？你是讲伤害哥哥？出征会不会直播？应该是会吧。可是不一定哦，不一定。大家好，大家晚上好。吃饱未？吃饱未？啊，无，迄只橘色上去啊。啥子啊？阿姨，等你们来啊啦！你拢没洗脸呢？好。我们要，我们等一下三点就要先到弥陀区报单，报单，所以我记得是六点要到红那个红毛港。大家想看画脸哦，等一下就让大家看，因为现在只有一个在画而已。给你看秘密武器。你刚好，你有看我那边无？大帅哥，大帅哥，阿伯上人好啊啦！阿伯在上班啦，帅哥哥啦！你敢要看秘密武器？大家晚上好，这个很厉害呢。九颗奶嘴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来哦。哦，狮子人呢？哇！帅吗？厉害吗？等下啊，你后边，你爱甲看对后边。哇，帅哦，够亮亮亮无？哥哥无吼？哥哥无，你有着无？你也会亮亮亮哦。帅，你也狮子诶。我较帅诶，狮子甲你平行倒。我帮你找。这也在家呢。你有狮子看吗？这是嫩诶，你要食看无？这是小 baby 咧。软的哦，软的哦。小 baby 咧食诶哦。你吃看麦啊，嫩的对不？哦，嫩的，好高，好吃不？这叫藤藤啊吗？没猜。藤藤啊，别搞藤啊，挤来对哦。哎，长蚂蚁。挤袂对。啊，够一粒，够一粒，够一竿，拢闪电的哦，会发光的哦。甲砍的就会使啊，砍的就会使啊。哦，你要臭样啊？你要用人爱分开，这透早。我跟你讲，你那是透早温蒸咧行，安尼打结啊！啊，这晚上啊，安尼打结呢？这晚上才开电话哈。哇！你等一下哦，拢甲开开，耶，拢甲开开。哎，帅哦，帅哦！哦，这样咪。很薄，啊！这咧食啊，啊！这袂食其他。食啊，你只能用电。迄卡电啊，对无？无电啊，我等下甲你换电池就好啊。你刚才是咧劝我讲用个牌，你话黄黄的。哦，帅哦！来，永杰最帅，我看卖。你明仔载要出来无？要等一下无？你明仔载要早出去等无？哎，好事啊！还是惊人看。像会甲你偷客啊，无人甲你偷客啊，啊无人甲你偷客啊。哦，大家下午好。啊，哎，先生一只，大只奥多麦，免先坐一人。帅哦，下跑，下跑。下午好，进来的人可以先帮我做分享。大家想看直播画脸吗？你刚刚有上房间边呢？我无去啊。你无去看边哦？无才，阮做甲半暝啊。阮甲做为着做这条。阮今日一礼拜。我甲。阮伫边啊看。哦，你看这台哦。哦。你这个真那么准？哼，谈到我坐，我就吹啊，我就吹会见啊。给他吹耶，吹耶！吹呀，吹呀！你坐，你坐，给他吹呀！哎，你啊！加，太轻！哔哔哔！啊，你今日打一个吹呀！你在听？你在听声啊？啊？你看，你刚才在等吗？啊？走！关掉，关掉。
哎，来，弟弟。这手机呢？这手机呢？这上班的啦。啊，你红外就是比这较紧。吹较慢嘞，吹较慢嘞。我来改吹嘞。哦，你拄啊甲姐姐同款拢含板骑啊。没，我改你换。这西电的，这没相同嘞，这西电的呢？都没相同。没，去走，该走弯了，走弯，走弯，走弯，你往对倒啊，甲弄歪嘞。你拄啊甲姐姐同款，两个拢袂晓骑，倒歪。哦哦哦哦！爱玩啊，爱玩嘞，爱玩啊嘞！你们看我多少斤？来呀！大帅哥来！啊啊，龙弟啊！因为没照啊！你过来，我帮你用看。龙弟，爱请警察来哦！爱你，请警察来你。一个吹，给照啊！伊讲会惊，伊讲这台吹伤紧啊！伊讲吹伤紧会惊。哦哦哦哦，加油加油哦！我哪要吹啊？吹啊！哦！卖动啊卖动啊！嘿啦卖动卖动啊！东哥，安尼好诶，弄到只车就摆卡。人买这台，互你足贵诶，你不能讲谢谢啊！啊、你阿妈这台很贵呢。像是谢谢，也感谢。像是谢谢，我叫你讲谢谢啊，不是像是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哎，谢谢。这是上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啊，糖果塔，有无？哎，足大，足侪糖果，迄两个。是上的呢。嘿啊。哎呀，还是上。啊，嘿，以上这嘛以上的呢。啊，这嘛拢人上的呢。啊，你讲，你讲，谢谢，最爱你的。啊！最爱你，最爱你的。你看叶明，哈哈。阿不，你改编，安心。你看叶明，谢谢，安心嘿，谢谢。你看叶明，傻眼。你也看笑，那伊人刚开，做做买。等下靠你吹出来，你搁一行，你先偷偷的。你家己建的一台嘞？你家己建的嘞？等下吹，等下吹，等下你。那就吹牛了。哎，用卡。在上面呀，大帅哥，在上面。大帅哥，欢迎大家，拜拜。今天出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们。你们。你过来，再一下。等一下，凌晨三点，在高雄弥陀紫光二段齐天空，齐天空。帅吧，这你见的对吧？啊，你有去遐看吼？这台你看了会吓未？哎呦，哎呦！哦，看会吓未啊？啥物货？哇，把手不一样哦，看有无？看无，搁在看。医生敲倒来啊！你负责甲开啊！哦，你就就够干嘞！哦，不是进香，我们是去跟人家去绕境，啊，绕境地点在红毛港。等一下要去那个红毛港绕境。嗯，家己建的当然嘛帅，当然嘛会哈，对无？卡慢的啦，吹卡慢的啦，那会弄到要安怎？啊！啊！恁遐若弄到要安怎，拢叫谁来处理啊？帅哥，你够厉害的，你上厉害哦！我要甲上顶。哦，你要徛起咪？人个外面，你要徛起咪顶哦？在顶。叫我过去啊！叫你过哦，来哦，切过哦。哎，你敢来这样上的吗？好帅哦！他都冇强耶，帅哥。八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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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啦，真的。你安尼啊？你安尼？我不敢狂耶。你袂使飙车呢，啊？你家己强呢？好，好帅哦，哦。你改到跑。
龙卷龙卷哦，你是飙车怎么你手就干安尼？飙车呀！你多好，你这干安尼吃死人呢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大帅哥呢！你听他讲起大手巾会惊啊，吹手巾。哦哦哦，我大帅哥，我有冰冰冰哦，你给我冰冰冰哦，来对。哦。这出来人，你敢比人听无呢？啊！你无挂安全帽？这个客家人啊，安地帽啊。啊！你。啊！你平好袂坏，你又要地帽啊？哟，乖，干阿妹的出嫁了呢！哎，就拜哦，就拜了。可爱耶！我大帅哥真的有帅耶！你干嘛可爱的哦？你姐姐该当帮我一粒吧？什么物件？你要第几点哦？你姐姐当帮我一粒无啊？几点？几点来？各位反带的哦！姐姐，姐姐还在咪啊？你要等姐姐，可能都被好啊，原本形象啊，以后你的形象都无一样嘞。等下，等下，姐姐没有，我们这个贵宾是还在画线条而已。姐姐会哭啊！真正贵宾是在这边。一边跳，我带你跳。我带你跳。姐姐跳这么难啊，那也袂啊。我有电池啊。我有。你有电池？你要带新电池？在哪里？我没有。哦，你真。我看，我看啊。哎、欸，你先看一个啦。不要讲。你先看一个啦。哦，帅！伊在帮你用的呢，等下就注意的。不要出来外口，你外口不要。俺们要去外口。会使啦。你行遐就好啦，行遐。去外口还没好。没，你回家听落去啊。那飙车拢爱有迄种安尼狂狂安尼的，系啊！我看人咧飙车拢爱狂狂的。今天吗？今天吗？今天。多哥袋子在这里。没。多哥袋子已经在。安吉啊！再开点了。安吉啊！我等你嘛。那我等你啊。安吉等你。对，我们是去要绕那个祭天宫的绕境大典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开点，因为这个时间点要准备赶快开点，不然等一下就来不及了，等一下半夜就要出去了。你讲啊，你讲有在听啊？不是啊，那那边要送啊。我还没飙车哦。啊，你不飙伤紧呢？啊，打药去啊，打药去！什么时候出台南哦？什么时候出台南？十一月九号，十一月九号，我们出台南南区。空空好嘞，去好嘞！我好喜欢你的奶嘴哦，我也好喜欢我的奶嘴。啊，我奶嘴好漂亮哎！阿弟，阿弟有两罐嘞，你无分一罐人哦。亮亮嘞，还有亮亮亮。是你分一个，一个蓝天太子。啊，还有闪电。哦。对，这很大颗哦。明天屏东南天宫好像也是很大颗，两天都很大颗，没错。今天不是。啊，你的嘴嘴啊，啊，明仔载咋出去啊？你是乖宝宝，我知啦，你大帅哥啊。对，十一月九号是台南南、啊、台南南区的。南投吗？南投目前还没有哎。你有菜色哦，哎、欸，大帅哥呢？伊谈带落来吼，想要哭，就是看听到我伫边啊偷偷咧讲，伊要叫伊做功课啊。啊，我要小 baby。对，保安公，保安公，没错。较济啦，较济啦，是啊，你控诶哦。玩杜姑太子吼，一定要先开脸，等一下赶快让他睡觉。安尼是安怎啊？因为明天三点就要报单了，等一下三点，凌晨三点。有啊，你个小 baby 咧，你个小 baby 咧。啊，六点要到红毛港，所以我们都要提早出发。你总需要买嘴对不对？南区盐城保安宫。我这样就是袂咧，安尼相
我的目睭呢。你袂使离开呢。你要打呢，你要打呢。迄等下无电呢，你无紧甲关开，等下无电。关开。嘿啊，迄也无电，得阁爱换呢。哦，真好水诶，姐姐真好水诶。我哪是啊？你是大帅哥吧？你是大帅哥，你是领导。你是领导人呐。有出到北部过吗？有啊，有出到北部过啊。但北部很大部分都是进香啦。哎，伊可是走咧，这做什么电池呢？靠腰，阿无走电池，还走阿无卡着。别个咧算啊，算用诶。想来逃生。伊可是走咧。哎，他为什么会后退？阿是无啦。啊，那个会同一个频道啦。错一个啊！错一个！哦，啊，讲起遥控器还袂装电池，哪会走？哎，电池甲倒过。无啦，用另外一个用啦。也按过迄边，啊，无人家咧拍面。安尼怎啊？好，安尼要飙车。好，什么车上紧嘞？要买飙车。哦，帅哦！你弄着我了吗？来啦，警察来了！你等我，我来呀！哦，这台很帅哦，哎，该弄来弄个派。哦，这台有够帅啦！你台有帅无？这一个传过来吗？我没娃娃。我搞哪啦？娃娃？什么娃娃？啊？什么娃娃？你敢电池我过啊？迄电池会用一下。我看，嘿，我倒转。好，我过来。你要带娃娃？好，你有够无用的呢。帮你那个遥控器给我。你讲那边是家用吗？你这刚刚嘛没开门键呢。哇，你在故意啊？哎，没错。哎，电池爆开了。喂，蛮好省。11月9号献王宫的顶嘛，好像是哦，好像是哦。11月9号很还蛮大场的哦。哦，这几天都是大场的。玩具哦，吼，伊玩具干哪做呢？你照样要救你。安尼个照，吼，这总帮玩具。你要加油去。我已开得过啊。高雄哦，高雄很常去啊。高雄很常去啊。一个行，你足无用的啊。等一下好无？好啊，你放过伊内底骑这台奥多麦啊，足矮啊，安内底足矮呢。哦，这台有帅无啊？啊！你门关起啊？无，哎，门是错开的。哎，吊钢要安尼好开的，哎，气的门就很开啊呢。哇哇哇！阿仔，进来好看。我尿屁啦！啊啊，那气就甲掩盖就好啊。来，甲看一下，甲开好看，门甲开一下。门甲开好。等下，好，预备。你有凳嘞，谁要来？你有凳。你把开门，太子，你帮他开门，按着两个，按着，开始打开了。对啊，没错。按着，按着。哦。有车嘞，追。哦。大哥，你也跟我。先透露一个讯息给大家啦，就是我们已经有跟我们的主神有讲好了啦，就是其实我们每次出去都有在慢慢的教他啦。那预计什么时候？我们是固定礼拜五啦。我们是固定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。电车
啊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看我们太子功力到哪里了。出发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小编也不知道啊。因为小编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会很会办事，我也是很期待啊。准备下车休息。好，我要下车哦。对啊。啊，今天其实就是来让他开一下礼物而已啦，对吧、啊？因为等一下要开店了。来，你搁开食饭诶，开食饭诶，今日太早开食饭诶。人开袂上车，我会唬你哦。等下，我卖你卖乖哦，我等下他叫你也叫。啊，今天就是让他稍微来下来玩一下而已啦。那那个我这边，我这边。礼拜五办事，可是我们目前还在讨论时间点的部分呐。因为只有礼拜五比较有空闲呐。礼拜五比较有空闲，可以让他办事的。那当然，如果大家期待的话，也可以先看一下我们慈父千岁办事哦，慈父千岁办事啊。因为阮即马平日的收件哦，甲办事的人伤侪啊啦，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调整一下时间，就是平日可能只会有收金而已啦。那我办事问事这些事情，我们可能会集中在礼拜五，然后采预约制这样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啊。而且我那天跟大家讲错了，就是我们的，我后来问公主，你才知道我们这尊太子是从我们这里分出去的。哦，是人来阮家搞啊，阮太祖分出去是阮的总坛元帅。哦，不是哎呀，太祖跟那是不同人，对对对，跟大家讲错啊，甚至跟大家更正一下这样。香武公的中段会下来吗？会，可是目前没有他的机身。因为也机身弄来冰箱起来做工课这样。对，我们明天是出红毛港，没错，红毛港。我们等一下会先去高雄弥陀紫观。对啊，还没有看过中坛元帅降价。咦，万一的机器足久无来啊，得拢在无用做工课。向心，哎呀，杜姑哎，杜姑哎，你行好一看，一张耳万圣节，安尼行拢一看。万圣节，你们喜欢唱吗？大姐你好，台南宋天师有出阵吗？唔知呀，其实我都没有，因为平常时我嘛盖无眼，我都没有特别去了解我们出阵的一些阵头的讯息。大家有知道的，真的可以稍微跟我讲一下。好，直走。嗨，大家好。进来。安内，我们来给你飙车太子，飙车大帅哥。啊，跟来。太子会玩什么游戏哦？其实我也不太懂他到底喜欢玩什么。像他现在就很喜欢玩这个。等一下，收声要玩飞机了。也没有够生动。中坦哦，有啊，有机会我们也是希望我们中坦可以下来啊。我们以前有一个专门中坦的机身。来就是等到他可以办事的时候，可以大展身手，大显身威。不是哦，三点不是红毛毯爆毯哦，三点是去的高雄呢，
弥陀之观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先去阿伯段，然后做集合，因为我们是跟着齐天公。跟着齐天公。哦，一千了是不是？破千了，谢谢大家。有大家分享，应该也很快破千了。三凤宫哦，有。我这是要出来去三凤宫的。直播到几点？等一下，等下开屏豆豆开，哦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开好，哦，开好的时候啊，等下我们其实开在开屏爱怕混，啊，等一下还要怕混，因为安尼他一开掉诶，他袂遐紧落色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宜昌已经没有什么形象了。弥陀还是紫观哦，应该是紫观呐，只是我们知道大智地区在弥陀那里。对啊。我一公仔，你说说你公仔，公仔谁？对呀。你往靠地，往靠你，往靠你吗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提问我，懂我知道我就尽量讲解啦。阿公，我把你物件无带走。有讲座，大家也可以提醒我一下。可以拍开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如果一个一个开脸的时候，我等一下就过去拍，因为我今个要开一个脸。我现在在开脸，开一个而已。三皇宫不是三皇宫啊，三凤宫啊。高雄三凤宫很有名啊。四坎隔壁哦，哎呀，我看开袂紧，桥头车会场，不是哦，我们是要去高雄红毛港，好像是绕境大典，拢地啊，拢地啊，拢地外加，大帅哥以后会做公仔吗？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呢。我们可以用行程表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把老关再上传。绿色脸是什么太子？青龙。啊，青龙太子。啊，大家有梦到太子可以跟我讲哦。我们家太子很爱乱跑哦。大帅哥的机车，对，大帅哥的机车。那粉丝送的，感谢这位粉丝都让你们破费了。大帅哥。啊，你若玩具送啊，我一定爱直播送给恁看嘛，啊无惊讲哦，玩具无送到安尼。上天书有没有出阵哦？不知道哎。你讲来，好你知啊，不公平。开脸有没有在看时辰？应该是有看吧，因为这个要问姜主女，因为姜主女说几点，我们就是几点集合。那个粉丝嗨呀，那肯定嗨耶。要看大帅哥开脸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让你先开脸好不好？啊！喂，你把它叫过来，带敖杰玩一。什么时候来桃园？桃园好有快要确定了哦，在明年的12月31号，连续两天跨年。他是最后一种。你刚可以让他先吗？我问一下。大帅哥刚才先开屏，大家想要看大帅哥先开呢？刚好。现在要先开啊。哎呀，大家想看他开脸。啊，阿妹也想到呀，他换你。好，一滴也袂使。对啊，他也想到呀，大帅哥也想到去啊。安尼哦，好，我跟他沟通一下。好啊，感谢大家帮我传导关头上去。大帅哥。啊！哎呀，我等下赶紧外口电，迄间电池要无电啊！等下安那，你先伫遮算，你等下先伫遮算，你先回去，啊好，姐姐先开脸，姐姐要先开面，好不？啊，明仔载我让你下来，好不？我甲姐姐讲，啊，我甲姐姐讲，我们目前还没有排定时间要去三凤宫哦。七头狼是什么东西？对，他飙车脸很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跟你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
等下你先回去，啊，明天我一定让你下来玩。你要在阿妹去的红毛港，好是绕境啊。啊，那个很多的那练习，最爱看人跟叫的，嘿无，迄脚足帅，嘿无，嘿秀嘿秀，嘿无。啊无，啊明仔早你再看嘿，明仔早一堆人的哦，很多关，很多那个八家将。做那小瓶吗？对，一台啊。对，一台哦，啊是一台大台的，一台哦。啊，早起你要伫遐耍吗？等下向搞牌。啊，你等下坏掉，俺就无菜啊。做玩具去耍。啊无，你炸弹珠。你炸这哦，吹泡泡。啊，不然炸泡泡就好，好不？炸泡泡。俺去要吹泡泡就好，俺、啊、卖。你也甲这炸，敢会拢底下许无去，也是歹去。大家拢会家己偷客。啊，等下俺若无注意用偷客，变怎？对吧？炸泡泡就好，好不？好不？啊，你先回去，我等下我帮您整理，我甲你收好。收我的人客。我袂去收你的人客。好不？啊，等下姐姐先开门，好，啊，明天我一定让你下来玩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光桥的，没灯啊，欸，我等下帮你处理啦，我等下要电池，机器人呢？机器人的，哎呀，啊，不要，你要买包吗？你要，我跟你讲，你那天有没有跟我去另外一间买玩具的？我只有去那个，你只有去第二间哦，我第一间有看到一个车子哦，安尼手按一下，伊就骑开变机器人了，那我们走。啊，给我买一台。哈哈，那个 NQ 足久我做袂出。我帮你。那帅哥，你啊，伊要帮你做，你有听到无？我讲我看卖。他说他帮你煮啦。没有。还有答应你了。我不用啊，我。你要怎样要炸这去？我讲姐姐呢？我跟你讲，安炸一个，这安炸姐姐吹泡泡的。讲呢，姐姐讲明仔。啊，炸姐飞机。姐姐讲好呢，我来跟你讲，有就有啊啦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会炸就会炸。你讲姐姐、哥哥、妈、姐姐、妈可以。哎，我话你只按讲按炸一罐就好，好不？行，你要炸多少？会死啊，未死的。姐姐，会死的哦，要炸会死的。好，我等下给你炸会死的。我想来吃。搁要亮亮亮，安尼爱到时阵才会使做啊。我跟你讲，你早上挂这，啊晚上挂这。安尼你伫庙遐饲诶，等下我甲你看出来。那明明我无免跳啊。你要跳，你着落跑对无？对啊，本来讲都是你啊，对无？对无？好无？安先退咖，好无？带钱给你。你是谁？中央迄个吼，中央迄个是你吼，毛巾。开始排排，这安后有闲，较倒来佚佗，好无？啊，带住啊。啊，大帅哥！姐姐礼物，嘿啊，姐姐礼物吼！啊，明仔早上就来佚佗啦，先让姐姐等会就。俺先让伊开开点。嘿啊，迄是你啊！够先。阿爸。先我，先姐姐，我先我。先姐姐和先你哦。喂。喂。我阿姐，我姐。哎，在讲话吗？喂。喂。那你我要回家。什么？好不好？安等先退。你先等去洗澡好不好？安等下来哦。我们洗澡。姐姐，姐姐在外面冰啊。嗯。啊，你明天该下来洗头。明天我明天多多。好，我明天就我等下洗洗问下要咩。多多。你要什么多多？一罐多多。你敢要啉金苹果？妈。哦，你一定看无同个呀，佮较好啉咩？姐姐最爱啉咩呢？金苹果。你茫插着鼻孔。那是金苹果，就是一种苹果诶，好喝。多多姐姐喜欢喝，你喝看看。皮草的，好不好？姐姐喜欢，我不喜欢。你喝一次看看。那要喝你喜欢的呢，还是喝姐姐喜欢的呢？姐姐，都买，都买。你多多没喝几罐啊？一罐就好了。这么不贪心哦。我买六罐给你啦。哦，是姐姐妹啦，我当作你，啊，你喜欢我就给你啊，没关系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也好听，比较快一点，好，啊，安全退卡好不好？我没看玩具。好，我你该看。这都是我的哦。拢你的，拢你的。你也要上玩具啊？一定要去。安德烈。哦，夜威大老板跟你说帅哥呢。A 的。你跟他说一下，大老板好。
过。伊是像哦，有三个妹妹哦，老板。你要给伊糖果无？赚很多。你是没有吗？老板在看，老板在看。Hello， 我们直播都很多老板。你看呀 ，Hello， 大老板。他很不情愿呢。上面是大老板，你刚才。你刚才上面是大老板。唔知哦，老板就是有钱的。你有钱，安尼不够啊。我够好诶啦。大老板，我在介绍他去认识你。帅哥，你的飞机要买什么？我有奶嘴，你不要喝奶嘴哦。不要，我要苏皮的苏皮。你要什么东西？你的阿姨愿意用两个奶嘴，明仔载出里面。明仔载出里面分两个奶嘴哦，限量两颗。你加持过的，阿内，那要有什么通关密语吗？我形象真的很帅。哦，爱哪边阿 K 来讲，你是大帅哥，你很帅。阿伯，等你落来较本，先来的两个囡仔，好不？我讲的，让你落来，你就会落来呀，对不？你明仔载分钱啊？俺刚才上两条，阿上我小孩子的呵。你骗我？我当时该骗。机器人无算啊，是我袂晓啦，我无咧共骗你。我甲这甲你的嘴嘴放做伙，啊，你落来较用好不？看啥？对我有用。啊哦。没有，我们目前还没有排时间要去三峰宫。你看你嘴巴。一年整了，我有你三年级，你那只一年整了。我感觉他就是。叶威大老板怎么有空来看直播呢？他说他还想要吃一个糖果，不然他不会用。啊，得套路啊，对吧？得套计啊，伊还骨力做工课，对吧？大哥对你上好的，对吧？好，伊阿哥甲我讲机器人，我嘛无法度啊，我袂晓啊，我真正袂晓啊。手机的，来来，再手机，手机就好了，他脾气。就忝的哦，安尼就足忝的啊！明仔载搁较忝的，明仔载直接足忝的。明仔载直接就忝，是够忝。安尼袂要紧对吧？嗯，所以带明仔载就来拢要忝。我拢有打直接到下班的。真的吗？啊，你有车不是我开的哦。你是边个分红管这块？那是在关于哪一笔钱嘛？好用啊！什么物件？一个好用。直接安怎？直接安怎吗？有听呀，有听哦。伊讲伊的手足疼的啊。你看伊的手拢扭皮。你看伊的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哪呢？我好想。你拢在来算阿古啊？都唔知哦。你都唔知啊？这手安尼？这么新耶！你拢无在改新哦？哎，跳跳嘿，用手呀，系系跳甲用脚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明仔载要保护伊，啊，无伊安尼，搁揢你的手，搁揢你的年纪，安尼伊才会碰趴流血。伊这就是六倍啊，一直六倍。你今仔日在帮伊保护哦，到餐点。我刚刚乱转。边转？来不来保护？你想一下。老的假期呀。你回去想一下。这是你今天回去的功课，想明天怎么保护他的手。你不要写功课，这不要用写的，用想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回去想一下。安先把奶嘴。奶嘴。好，永姐哈。好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加持我们 Q 主女有时候不能拍到，所以大家先看物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其实很辛苦啦，其实规只手真正让咱足疼嘞，六倍嘞。有啦啊，其实大家说为什么我要对太子这么好啊？因为我这看过有帮助我。我做工作，他是有，我是有感觉，他是真的有帮助到我的工作啦。对啊，当然理所当然，我要回馈他。好，看伊的手会疼啊，伊也难过啦。对啊，明天要出哪里？出红毛港哦。
真的哦，新加坡很多人在看我们三太子直播。你在清洁？有，我其实都有在看直播的人有谁哦，很多大老板哦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只要诚心，很多神明都会保佑我们呐、啊。很美，我们现在在加持两颗奶嘴，哦，那两颗奶嘴就是明天要送的，啊、哦，送两个有缘的小朋友。等太子下来，他会亲自发。明天有空的时候来找我们。马来西亚在看吗？啊，你有过你的讯息，我刚才没有看到。你说什么？嘿，小刚也好冇讲。你哪来哭哭？这是什么花？我不知道哎。花蝴蝶兰。只是它颜色很特别。我们公主女很喜欢花，很喜欢种花。嗯，伊最爱用兰花。过年期间有办事吗？嗯，一般是不会有。对，我们过年都有，都会安排出去。可以照搬两个给他们看吗？已经花好点。对，心意最重要。星期日，屏东南天宫，啊，两个脸已经开好，按公正搞袂怕混的。来，杜姑太子过来。踩到我了，好不好？就是线条啦，我们这种线条，脸谱的线条比较不一样。是我们，我有听说我们的脸谱是，哎，它比较有那种线条感型为是龙啊。对啊，是龙。我是一只漂亮的老虎。为什么加持不能看哦？我也不知呢。公主，你有跟我讲的。哇、哦，厉害哦！大帅哥今年几岁？我3岁、4岁、5岁。3岁、4岁、5岁。不知道，可以就是2岁。可以预约吗？目前还没有开放呢，因为我们还公主牛还在讨，还在跟公主牛讨论。有传照片给我是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哦，不会，很丑。还在讨论，因为我也是怕一开始刚开始在办事，怕会累啦，怕医生会累，怕太子会累。因为他我在办事，我怕较袂遐稳的时阵，我怕一个都会比较久。对，哎、欸，对吼，你不是要退卡了吗？有没有出过脏话？欸，有吗？好像有彰化鹿港嘛，彰化鹿港嘛，哦，我有去过鹿港天峰宫。恭喜破千的人，感谢大家。我来讲，你给算几件就背足悬的呀，你很厉害。太子到底几岁哦？啊，3岁，快4岁啊，3岁半，快4岁。跟大帅哥说，还超喜欢你，很多人说超喜欢你，可以跟你拿糖果吗？你也喜欢你自己哦？我喜欢我。可以跟你拿吗？姐姐。你喜欢姐姐哦？你喜欢哥哥？你不喜欢哥哥吗？我喜欢哥哥。很喜欢哥哥。我喜欢姐姐。我喜欢你。洗了脸上。七七八哇哇，一二，我一个在处理啊呢。哦，好高哦，厉害哦。彰化公庙有没有请过我们哦？其实我唔知呢，其实我不晓得呢，因为王伟当时出的，就是一年要出的场次比较多，我们其实记不太住哎。几点会到？是说到小港红小港吗？还是到紫观？那 APP
好，有机会一定请我们表演。我们有做过比较特别的表演，是人家那个结婚，我们也有去做过表演跳舞曲。啊，不是留言没回啦，留言太多，真的，我这里有时候没看到，没看到你。小港哦，小港六点半开始哦。会啦，你这样越飞越高了呢。你看有小管哎。哪尊太子哦？我们是九龙太子面的金龙太子。哇！带来的热爱啊！哦，妈呀！鬼停电啊！鬼也得看海呗。鬼停电啊！你干啥弄？带还有干啥叫别讲客，叫别讲白去你客。红毛梗几点到？我们三点会先到紫光报段，然后等一下六点开始到小港，红毛梗啊，红毛梗的祭天宫。你干什么？你个你在玩的波子。太子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就喜欢吃糖果，喝多多，喝弹珠汽水啊那样。啊你啊喂，我要拿下来。这是什么啊哥？喝啊呢，太祖啊喝啊，今天我来往姐姐要开面啊，今天，好不好？明仔，我要答应你明天，快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赶来姐拜拜啊？这个早上六点啊，怎么晚上六点不就一下子又要结束了？你把跟你的人客讲拜拜，你的人客。太直播吗？不一定哦，看我们太子有没有下来。好，拜拜。哦，伊啊，要飞飞到拍到王宫啊，只想得唱嘛。爷爷不舍他的奶子。干几次？啊，明仔再来抓出你啊啦！明仔再来抓出你啊！明仔你让出你打下哥哥蛋。哎，好生气哦！我找他们。我明仔再帮你查，好吧？今日呢？今日你安尼拢讲，我拢甲你沟通，你拢无爱听后劲，我着做歹甲姐姐讲啊。因为我着劲拢甲姐姐讲，互你倒来一个，等下伊着要等伊身躯啊，对无？无等姐姐回来，凌晨三点，凌晨三点到紫光。早上六点到红毛港，这样，对对对。嗯，好，出去接，出去接来，真的哦，看到影片跟着太子哭哦，阿姨小孩一定很可爱。拜拜，大帅哥，拜拜。你这是什么玩具？阿明仔看个下来放，阿你赶紧挂出去，赶紧哥哥等。那哥哥拢没打你红包哦。而且你有两个，他们都只有一个。哎、啊，你看，做那摄影师，你得像哥哥安尼，拿一只样拍好拍照。嗯，大家都安尼。晚上会回去紫光吗？嗯，不晓得哎，待多久？我听说是要到晚上啊。对啊，到晚上。明天会直播吗？我们明天太子下来就直播了。太子下来晚，我们就直播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安静先退卡。算了，我不要先来跳。好，啊，偶尔跳两次啊，因为你跳那个很帅啊，大家就是没看啊。对啊，这样帅。毛按公你的眼神，哦，你的眼神特别帅。跳男生眼神这么温柔吗？戴奶水最帅了。戴奶水都顶了宝宝，戴毛都特别帅。好，我。哦，要来我们公庙要控制住，因为这多人来家控制不住，安尼。我们这里是不是我们会 hold 不住。夜市场收奖啊，好多太子来这里都会来玩。你拢找人去得哈？你拢连呢？你别吃棒棒糖。你拢讲梦都要吃棒棒糖。哎，大家太早来，大家都冻未掉。你拢讲啥了来哈？没有。你没有，不然怎么每个都来？没有。好啦，今年安全太赶，没话就这样呢。今天我姐姐跟外面，你明仔载开会当出。今天我姐姐等下无时间休困，等下得搁要跳。哦，就是你朋友。
哦，你看伊的感觉是啥哦？你家哥哥打起哦，你啊，你家哥哥准备开车呢？你家哥哥车？我奶奶开车车。没有吃糖糖，我们在。糖开车车。你叫你家吃糖糖开车车哦。叫你哪个家庭啊？对。你不回去，你啊，你哥哥不要再不好你啦。你妈跟你说，很严重。啥意思？这么贵啊你？我妈妈跟你说，长的。啊，安全在搞哈。蓝天太子都没有这些想的，你跟。蓝天太子哦，蓝天太子等一下就来，明天要跟我们去热闹。因为这只马没到伊咧。伊拢啊，伊拢会安尼。明天再。好，明天再讲。你讲就这个。啊，讲你嘛爱听话啊，无等下我再搁做翻个直接交代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来做你泡泡。拜拜。拜拜。好。我刚起床。跟他说我会想你，走，拜拜。好啦，明天见哈、哦、哈。来，公孙太子见。哎，公孙太子。他不喜欢这个。公孙大帅哥哦，爱讲公孙大帅哥的对啊。啊，卡班的哦，啊，忙着这道哟。卡班的哦，你好棒哦，嘿，卡班的，哦，以前有卡班的吗？会啦，有进步啊，以前在加多慢的，你够皮不？我来玩，玩具刚到学习会。明天会直播吗？会吧，吧，不能确定，不能确定。不然我每次给大家确定完又没有。该给杯水啊，嘿，该给杯水。我们大帅哥都会在这个后面这里。对，他上次有说镜头呜呜就是他，没错。我有甲讲啊，我阿公叫伊较听话，安尼咱才会使彼此达成一个共识啊。有吧？有吧？你们刚刚这根登机给卡板吗？他不是走好慢，你没有分队。是啊。对啊。让他慢慢走，他就是慢慢。这个是哪一个人说？就可能是。哎，看那个开脸，对吧？大帅哥回去的。告诉你啊。哦，你敢来看直播？你也好死，你比。然后姐姐要帮忙收玩具，没有那个青龙太子跟丹龙太子要收玩具，可以可以，我们直播就是，当然是 FB 为主，那如果要看比较清晰的版本，我们就会传到 YouTube， 因为直播完的时候我们会储存那个影片下来，然后再传到 YouTube， 那个就很清楚了。太子喜欢吃巧克力吗？嗯，不喜欢。还是喜欢吃草莓哦。对，我上次有他叫吃巧克力，他不喜欢。你看，姐姐的巧克力。明天要出几个太子哦？请问宜昌你在干嘛？宜昌你在干嘛？我要骑去停车场。不是我很坏，是因为我要直播。明天出几位太子哦？明天出几位？六位。明天六位，六位太子。没看过紫色的脸吗？紫色脸是什么龙？电龙。电龙太子，确定吗？我是没有背哦。明天去哪里进香？明天没有进香，明天去紫关。三点半段，凌晨三点，早上六点就到红毛港，然后一路到晚上结束。对，然后我们这种开脸的线条、哦、是比较属于以龙的曲线为主了，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多做很多的复杂的脸谱。哦，真的吗？
有，我们多了很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粉丝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晚上会不会逛？晚上会不会逛紫观哦？嗯，应该是不会吧。不是五位吗？怎么变六位？嗯，就是有实习啊，有实习啊，对啊。那就明天见啦、啊。明天比较硬啊，因为结束后要礼拜日接着去屏东。啊，都选你啊，这个卸掉好卸妆吗？不太好卸。开脸什么颜料？嗯，要问公主你们，不太懂。免听，免听。这电池可没无电啊！我看下你走无啥行。对，明天是个硬仗。好吧，有机会明天再开直播给大家看一下。要看姐姐哦，姐姐的脸都雀斑啊。她这个没有关开关。姐姐，稍微修图一下是可以的。啊，明天校庆没关系，回来看看我们那个重播。对，你有事啊，可以充电的。姐姐，你看啊，你看啊，不要关起来。哦。看医生画脸要很久，看医生画脸要很久，因为现在有两个在开冰，然后等一下结束之后还有两个啊。小编不露脸啊，小编很丑。不要破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破。屏东还是潮州啊？屏东是大家想看中坛元帅是不是？中坛是中间这一尊，好，金色呀，银色衣服的。以上压力很大哦，一定很大，因为今天刚回来，六七点才下课，哦，因为他们，复健师好像要做考试，快要期中了吧？南天开太子哦，南天太子。还在家里读书，哈哈，反正有在顾读册。有雀斑长大蛮漂亮，不一定啊。这是真的啦。哦，这真的是不是？不是有一尊，有啊，旁边这尊是金龙太子。买啦买啦，卖看我啦，我就歹看的啦。南天太子刚还在补习，补习。哥，你高雄还没来，等一下就来了。我讲错了，我讲错了，我赶快跟大家做更正。啊娘喂，我拢讲记对，啊惨啊，我变拍卡成啊。左边的才是中坛啦，左边是中坛。中间是金龙啊。哦，啊，这是金龙太子。九龙太子，宜昌要考复健师，嗯，应该是吧？啊，这是台湾家分出去的那个中坛，分出去的中坛，目前还在这里，还有开光了。然后，这湾的底户潜水，我们的师傅。然后这公哦，这公这一弯到底这公？对，我是宜昌的哥哥，没错。星期日出屏东哦。然后万教节较特别，这个这公，这人刀来了弯刀这 K， 然后一做这 K 掉之后就定居，就没有就暂时没有回去。对对对，大帅哥是哪尊哦？这尊啊？九龙太子，然后旁边的哪一条龙？我哪一条？我唔知道。对，我今仔用暗穿三条内裤，我要用公卡穿啊。对啊，我们这里其实神明说多不多啦，啊，说少也不少哦。我阿伯啊，看很凶的美女。我们老婆你，我老婆你的家很慈祥，很少看到。
对，一直笑。啊，这阵是伊个湄洲岛混混过来的妈祖，哦，这弯弯刀诶，对对对。没啦没啦，我真的不好看，我以后出门要戴口罩、加帽子诶。摸你。这工大概有多久？其实这个我可能要问一下，因为这个弯刀的宫庙吼，伫我阿妈迄团一代的传落来啊，一代的传下来很久了，所以那时候个做细汉拢唔知呢。好呀，有喏，有好呀喏。皮脱皮为什么这么严重哦？富贵手啦，跟我赶快，我爱加我好呀。哦，红妹，都有。中间那个金龙太子有下来过吗？有喏，当然有喏。哦，要收背公哦，未还讲阿伯下得对啊？我嘛有，我嘛好贵手。阿弟也较严重，伊这伊这我细汉嘛咧，按公这大汉就好了。哦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谢谢。底裤的吉星是谁？哦，大家如果可以上网 YouTube 找一下。黑面少女。黑面少女。哦，关那个录音。关了很久。黑面少女的喜欢呢，恭祝你吗？哦，这个很少见哦，很少见哦。翁牙有的女机身比较少见，啊，可是因为吼、哦、翁牙在落来吼、哦、打较重哦，较辛苦，所以我们姜祖女也比较少下来。对，因为听说姜祖女的功力是可以直接做沟通的。嗯。啊，有来阮家修，有来阮家咧，迄个修件文书应该拢知，对，都知道。亏钱牙有咯，阮亏钱牙可以劈腿。富贵手看，我看过袂好，富贵手袂好，富贵手袂好，富贵手，俺细汉有去看过啊，那个都是先天性的，对啊。大家想看亏钱牙吗？我们亏钱牙很会开名牌，我们亏钱牙会开名牌啊，亏钱牙无滴个，亏钱牙机心脏遭到殃，好回家了。中坛有没有下来过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富贵秀哦，白醋加温水会好。真的吗？嗯，爱泡。每天泡吗？每天泡啊，试试看啊。姐姐，你要愿意尝试每天？邀请我们去新加坡表演哦，可以啊。我们近期可能会先去日本吧。去加一看啊哦。亏钱呀，骗你什么？其实哦，富贵手这东西我觉得是还好啦，因为还是季节性的，是有点过敏体质。对啊，是啊，亲哥哥，没错啊，没错啊，是，没错。哇，这是上一次正统文化节的那个奖牌，对对对。姐姐要去哪里？现在就是有点半休息状态啊。如果大家想看很多太子下来，好不好？上网上 YouTube 找我们之前的九龙太子阵，第一批的九龙太子阵，哦，第一批九龙太子阵，五个太子都会下来，腿都腿袂离哦。擦麻油，富贵手手擦麻油，麻油是啥？麻油要去日本买，日本的麻油很好用。裂开流血比较严重。对，要结束了，对我们直播要结束了。珠宝的麻油，珠宝的麻油，麻油。亏钱牙公家己找一个，要加巡拢无，亏钱牙甲骗。带你来加盟伊。有啦，太子有进去给你加持了啦。护手霜啊，好，我们会建议宜昌好不好？赶快把他的手弄好，因为看得像这样也是有点恐怖啊。虽然你跟我以前一样恐怖，大家想看开光了是不是？好，赶快让大家看一看。哦，曼慈，曼慈刚才洗弯刀的触鼻，对他有看过我们第一批太子，很凶，每个都很凶。阿东太美丽。要看分灵的中坛是不是？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中坛。请我们表演要不要钱？就是
看出哪里啊，价钱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进香绕境都是不同的，因为对。是咧煮麻油米线麻油哦，要求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啊，出兵嘛，后来搬走嘛，对不对？有我们第一批的太子，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。好，第一批的太子真的可以看一下。到紫光会不会开直播？应该会，一天泡十分钟，好不好？白醋加那个水。好多、哦、好多人有提供意见哦，雪芙兰啊，婴儿油。因为护手霜对我来说没有用。护手霜没用，护手霜我有用过。中坛粉底的中坛有没有下过？没有，目前还没有。啊、YouTube 哪里有、哦、？YouTube 就打九龙太子阵就有了。对我们进香绕境的价钱是不同的。有益生菌，我们有在吃。屈臣氏买买什么？粉顶的中坛颜色很酷哦，一定很酷啊！我是第一批太子吗？不是，我严格来说应该是 2.5 批，我只跳一次就一次，还没有出阵哦，自己在家练习哦。半夜会直播吗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会直播啦，因为啊，报名大家嘛在睡，你在睡，我嘛在睡啊。三点出阵，三点出阵是到那个先到紫关，不短。对，以上牺牲假日，太子只加持他女儿，没有加持到他爸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太子一定会，我会帮你加加讲一下，叫伊爱去看伊干女儿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不懂来开直播一定到，确定吗？半夜三点呢？好啦，我们明天再聊了，好不好？先关直播，因为我也要回去洗澡了，不然我赶快不赶快休息，等一下就要出门了。护手霜，以上是第几批？后面照片是台中梨山吗？不是，那个是台南关庙的龙旗，忘记叫什么庙了。OK， 有机会请我们去桃园表演，我们很想要往北部走、哦，好不好？最后结束啊，帮我们追踪按赞，抢先看，好不好 ？OK， 让我们的太子先做休息了。OK， 拜拜。